第二我是 Tomo， 然后这次呢我是自己在家里拍，然后我太太没有帮我，对，然后就是自己拍这样子。然后这一次的产品是 Colour 的那个洋芋片，对，就挑战看看我这次可不可以拍比较像样的一个广告作品这样子。然后第一卡呢，第一卡，对，就是一个我音错的一个画面，就是开头画面嘛。然后我太太在旁边，我太太在旁边，她在这里。OK， 现在就来拍我们第一个画面。3, 2, 1, action！ 多拍几次，然后取最好的一次，这样子。Hello， 然后呢？这次啊，我们要用这个电钻来做那个雷击书绳，让它有转的感觉。对，所以做法呢，其实就是在电钻的头，在电钻的头啊，弄一些胶布，然后让它会比较能够固定。对，它刚好就大概这个样子吧。对，然后我们要来试看看吧。Yo， 上次拍的画面啊，讲真的就只有两个画面可以用。对，我花了3个小时，然后只有两个画面可以用。但没关系啊，因为你要拍 commercial 广告啊，本来你就是会比较麻烦。对，因为你的画面必须都要非常的精，让人有想要购买的欲望这样子。对，然后上次的画面只有这个有成功，然后其他两个画面都是失败的。对，然后这周要来创造一些画面，可是地点呢就不在我们家的客厅，是在我的工作室里面。然后工作室真的很热，然后我们要打开灯。对，灯我可以调整了。打开灯之后，我的脸看起来比较帅一点。然后一样，我们是用那个 A6300 来拍。然后 lens 是那个16-50的，16-50的一个 lens 这样子。因为有一些网友问我说我用什么相机，我就用一台很阳春的相机这样子在拍而已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下一个阶段，就是马铃薯啊，不是，就是薯片啊，我往上抛，让它有跑起来的感觉。你可以 check 那个 Austin Paul 还是说 Daniel Schaefer， 他们都是有用过。1, 2, 3, 4, 5。我觉得我再试一次好了，然后这一次我用躺着的状态，有点往上抛的感觉，位置，然后起来，哇，1, 2, 3，哇，应该有吧。哎，你好，就是说，我之前我拍的那一些东西啊，后来讲真的，那素材真的不够啦，所以我打算说，那种洋芋片的感觉啊，我想说是由马铃薯做的，所以我想要做一个马铃薯滚动的感觉。对，然后这个设定啊，就是我搞了很久，对，所以。
来马铃薯多尔衮吧 ，Go。OK， 现在呢，抓抓马铃薯。我的相机 set up 在这里，马铃薯会从这里滚下来，我人会躲在这里，然后滚下来，所以马铃薯滚下来之后呢，有可能会打到这台相机，但是呢，没办法，我只能这样子 set up， 这里可能会有点倒立，对，马铃薯我装在里面，所以我倒下去的时候会很大声，就没办法 ，Let's go。Oh my god！ 第二次 ，3, 2, 1, go！ Oh shit！ 再来 ，3, 2, 1, go！我觉得这一次要高一点，要到这里，然后是我很怕相机坏掉，但是还是要做。3, 2, 1, go！ 哦，耶，我们成功了。接下来呢，会有一个相机从罐子里面，然后倒进去的感觉，然后洋芋片会几片这样子倒进去，倒到这个里面呢，把它剪在一起，应该 OK。妈的，差点！我就是尽量让它里面有多一点，然后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放，应该是。ISO 值应该要调高一点，调到1000了。哦 ，3, 2, 1, go！ 先这样子有没有？然后都先 focus。哦 ，shit！ 哎，所以呢？focus 一下，哎呦，看起来不错哦。3, 2, 1, go！ 这次一定要成功。No， 然后就随便啦，就能塞就塞。我觉得有时候啊。你要去成我用一个作品，你要花很多时间。3, 2, 1, go！ 还是不行，这一次一定要成功！妈的 ！3, 2, 1, go！ 哎 ，OK。可能成功了吧，可那个画面只有1秒而已。哦，这里会有一个动作，就是往下倒的感觉，然后我的相机呢会在下方。栏目应该要高一点。
怪你。我的西，立马得进来。Three, two, one, action。应该 OK 了，这个一看就知道可以。把这个洋芋片倒进这个里面，会有慢动作的感觉。哎，应该是第一次就成功了吧？Three, two, one, go. 我认为已经到了最后阶段，所以我再补拍几个画面。来个几次，耶，厉害！我是偷摸。刚刚你看了那个影片之后呢，有什么感想呢？我觉得这一次的影片让我得到最大的一个挑战，还有一个感想是，我要去弄很多的遮罩，甚至说我要去想我下一个画面的时候，在这个影片的之内还有很多我想要放进去的画面并没有拍到，比如说。洋芋片在转动的感觉，那一个卡我没有办法去拍完成，所以我觉得有点可惜。拍很多素材，然后把它想成一个画面，至少在20秒以内的这个挑战我是成功的。 Mask 在遮罩的这部分呢，我也是做了很多的调整。对，这些调整呢，你必须你要不断的去练习，然后遮罩的那一个，讲真的遮罩真的很烦。对，反正遮罩的教学我之后我会分享给大家。对，所以你如果说喜欢这次的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帮按个赞，有任何问题在底下留言，然后我们会在下一支影片再见，拜拜。Don't try this at home.